每一次说到特利迦的各种形态的时候啊，发现根本改不完呢、啊。不可能。而凯哥最近也发现，特利迦竟然还有另外一个光与暗结合的新形态。哎，它可不是真特利迦哟。而是拥有两个形态各一半的光影特利迦。哪里？这个和真特利迦外形上有巨大区别，但同样技术的光与暗两种相反力量的身姿，哇，改成布鲁克积木人又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哇，你们期不期待我们一起来改造吧？重复的特利迦呀，我们可以从这个希望之光礼盒里面拿到它，特利迦复合型。而黑暗特利迦的话，就从群星版第七弹里得到。黑暗特利迦，这个形态啊，说简单啊，就是把两个素体各一半融合在一起。不过呢，难度也在于怎么把它们各切一半融合起来呀。这要是切错的话呀，整个素体就要报废了。Oh, no. 清楚了改造方向之后，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个既简单又困难的融合工作。打磨和补土的修整之后啊，哇哦，素土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啦。紧接着就到了我们铸灵魂的上色阶段。